关动作事啊！但系 Archie 都开始冇啦，呢个惊佢完全冇啊，系喎。佢话佢唔跳舞，但系佢就有问题咯，所以就系佢最应该惊，咪就系咯。佢系咪跳得实际跳得好过你咧？唔知又唔系嘅，个样扮嘅咋。哇！莉莉亚族全员生病。你会感受爱，感受恨，感受原谅。我感受不了一点。我感受不到爱。No, my voice not good. 你会看见我看。等下，给我高。Lady 哑 ，Lady 哑 ，Lady 全哑。救命啊！跟住开始第三轮对抗曲目 ，Lady 啊！有请第一组超星练习生深藏不露队，佢哋系冼正峰、杨奕晨、大梦、路己、罗奕杰、余宗尧。我很期待他们的这队的 vocal， 打 vocal 对。三二一，大家好 ，Hello， Excuse me，Hello 大家好，因为我们今天穿的衣服是蓝色色系，所以我们叫深藏 blue。Hello 大家好，我是眼光深藏不露的队长冼正峰，想要知道我的眼光有多好？先认识一下我的队员们吧。大家好，我是方兰。方兰深藏不露。方兰深藏不露的露姐。因为我爱吃甜品胖，就不胖的大胃王。我没听懂。这个咩啊？是不胖的大胃王。大家好，我是。脾气很好，但是深藏不露的杨奕晨，这一次是队内的扣舞机器。然后这次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初体验，就是教了我爸爸跳舞。Hello， 大家好，我是身体年纪深藏不露的余宗尧，因为我跳舞的范儿像老年人。刚才杨奕晨说的教一个爸爸跳舞的人，就是我了。Hello， 大家好，我是上面是志，不是大梦，It's okay。不费努力，谢谢。大家好，我是个人技深藏不露的罗奕杰，因为我会讲很多冷笑话。各位老师们，知道愚公移山的时候会唱什么歌吗？不知道。移山移山亮晶晶。好冷。好，唔该晒你哋嘅自我介绍，请准备你哋嘅表演。来了。看他们编的舞咋样？他们这个舞应该很大。好精彩啊 ，Lily 啊！我谂佢哋唯一一对跳完舞之后唔会流汗。Let's go, let's go, let's go！ 看完实际上当时挺慌的，他们可能有几个同学跟我一样，可能也是没有舞蹈基础。看完之后，远比我想象的要整齐很多，能感觉到他们也下了很大的功夫。投票截止。我先赞一赞，其实阿大梦同阿路己先。仍然 keep 到嗰個唱得好好好準嗰個普通話，一定好過我嘅普通話先。Des， 我記得中期考係嗰陣時，你仲係好冇信心跳舞，因為你本身就唔係跳舞人。係。所以而家今日你嘅表現係進步咗好多，好驚喜。你話哦，一個唱跳歌手，我絕對相信。哦，唔，仲有好多努力嘅地方。多謝老師。결론은제가와춤을진짜잘춘다그래서칭찬하는게아니고이전부가저번보다좀많이는은것같아서저는좀칭찬해주고싶어요안무구성이계속망가졌어요가면갈수록한쪽이밸런스가안맞더라고요오른쪽이넓으면왼쪽이작고
그래서그게좀많이아쉬웠어요그러니까거울을보고그구성을잘맞춰야돼요그자리자기가쓰는자리有请第二组超新练习生天天探险队，佢哋系黄辉雄、赵天翼、超宇浩、孙景东、黄奕斌、白子翼。这组合谁和谐？我是。大家好，我们是天天探险队。天天探险队，怎么了？这怎么是咱们队天天探险？大家好，我是这次唱不到 rap 的 rap 担当孙敬东东东滴滴摩 cash， Let's Golden 赛黄金海岸。我滴滴摩 cash， 东东 Golden 赛。大家好，我是创意总监忙内担当赵天翼 sky， 记得看到我们的创意哦。创意总监，最年轻的创意总监。大家好，我们是 Gemini 黄辉雄。叮叮叮当当叮当叮叮叮当当当，我是谁谁当当。大家好，我是 Hugo 黄一斌，我是队里面的热血担当。Hello， 大家好，我是白子，我是团队的砖块担当，哪里需要哪里搬。笑起来好好看，好甜。大家好，我这个人认为小于号大于大于号，因为我叫小宇浩。我是队里面的徒弟担当，因为很多人都是我的师傅。请准备你们的表演。我不好期待他们这一组，我想听黄辉雄唱歌。嗯，我也期待很久了。It's beautiful, I think. Oh yeah, yeah, yeah.哇，这个好帅啊！黄一斌好帅，天使类。孙敬东跳挺好啊，天天的笑容就是那个很单纯的笑容。他们包带放，我觉得那个高音标的好听。你觉得哪个？我觉得这一组好一点，是创意是吧？啊，而且那个很会演，你知道吗？如果你要从实力上觉得，我觉得我们组一定。但如果你要从舞台表现力的话，我觉得他们组会比我们表现力更强一点，因为他们视觉观感会好一点。妈呀，我不想输，我不能连输两次。我想这组肯定赢了。投票截止。네일단칭찬해주고싶습니다아주깔끔하고멋있었어요어인트로시작부터좋았고요걸어나오는모습과이렇게속도빨랐다느렸다하는그이런모든센스들이굉장히좋았어요我觉得他们 intro 变得好好어되게깔끔하게무대를많이잘활용을했어요아마지금시청자분들이이전팀이랑지금팀을잘비교해보면이넓혔다좁혔다한구성을사실상이팀이좀잘했다라는걸더느낄거예요분명히확연히좀다르거든요그래서아주일단무대를잘활용을했다라고얘기해주고싶습니다好，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天翼是真的很有天赋，因为我中期看的时候，你还是会有 locking 的感觉，然后你的屁股一直在外面。今天真的一点都看不出来，你跟中期考核的时候是真的是两个人的感觉。哦，谢谢老师。然后我会觉得是我这三组看下来，就是我中间看过你们到今天上舞台变化最大的一组。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哇，这个评价。